原标题：美国华盛顿州立图书馆，晚清民国老照片变得西化的官员和贫穷的工人。1905到1908年，中国工人脱煤。APG1905年，中国某处的户外戏棚。APG1906，中国贸易委员会官员合影。APG1909年9月13日，美国街道上的中国舞龙队伍。APG1921年5月，旅美华人组成的游行队伍。APG1931年，运送中国军队的火车。PMG 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